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要带大家来看首度合并成立的文化观光局即将举办的系列大型活动，从传统的中原祭到我们的侵法战争140周年的系列活动，还有热闹非凡的海洋老鹰嘉年华，为大家邀请到四位来宾，大家深入了解，来看看在我们保留文化的同时，还要再投入新的创意来营造我们这个海港之都。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文观局文化观光局的局长江庭梅。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局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文化观光行销科的科长蔡慧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科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侵法140的策展人王腾崇。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他是很厉害的艺术家，大家可以听他说故事。第四位呢，就是我们基隆市大专观愿景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我们的蔡秋玲，蔡理事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理事长好。基隆市将文化局还有观销处合并成文化观光局之后，即将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就是我们的基隆中原祭。文观局推出的全新视觉主艺术，展现了百年祭典的深厚文化意涵。我们一块来看看这段精彩的宣传片。哇，这就是这一次的主视觉，就是以集字为中心，然后象征出和平的感动。我们要请教局长先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其实刚接手这一个活动，是不是有给这样的中原祭注入一些新的意涵？其实基隆中原祭今年170年，也是甲辰年哦，也是我们轮值主府投职轮值的那个张廖姐。那今年其实我们就在想，在这170年的基隆中原祭，我们能够做什么样的改变哦？那其实，在这一次，我们希望透过一个世代的一个传承，用新的手法，然后把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些部分让大家可以知道。所以这是我们在整个的视觉设计上有做很多的突破，也希望未来大家看到这个新的设计形象的 icon， 就可以想到我们基隆中原祭。就像大家每一年都会去我们的那个南投慈安宫带走一份金鸡母或钱母哦，那今年我们就希望从今年开始，让大家每一年都来基隆中原祭带走一份平安。那其实像这个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整个的设计哦，你可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是用极地苍龙的极做一个主形哦。那在这个极的上面这个饰呢，其实它像老鹰的翅膀一样，因为这是我们基隆很重要的一个黑鸢的一个翅膀的一个概念，也代表展翅飞翔的一个意念。那在上面呢，其实就是那个宝贝的杯，因为其实中原祭它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祭祀的一个态度而产生的，我们都希望能够祈求平安，所以上面是用那个杯的形状来去做的。那下方呢，其实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莲花的部分，因为我们其实放水灯也是希望可以祈求祝福哦，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更悲天悯人，然后可以更有那个福气，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整个的不一样。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整个的一个设计上面，它的一个整个设计的一个插画，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我们的竹布摊，有北馆，有树高灯等等，甚至放水灯，都在是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让大家知道祭祀活动是由所有的东西组合而成，而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透过这样一个视觉印象，让新的年轻人可以来感受跟拿起他们的责任来去做一个整个的一个世代交替，这也是我们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新的中原祭以及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在基隆是全国列册第一名的重要的一个事情哦。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也很感动，在这次一个设计上面也邀请到一个也算是半个基隆人了吼，也是我们的一个设计师，那他们很用心的帮我们一起打造，也希望透过这一次可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基隆。是，就是中原祭就是创新再升级，要连接更深的情感。那刚才以集字为中心，就可以看到好多元素在里面，最终展现的是极地苍龙这一件事情，而且还有悲天悯人的宗怀。
来。那很多刚刚说到，其实这一次的艺术参展装置也很厉害哦，是不是有很多艺术家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其实这次也突破以往周年纪，所以其实在这一次我们有请到那个陈若涵艺术家，是一个剪纸艺术家。那希望透过这次艺术让大家看到基隆周年纪它其实是非常有一种特质，所以我们会在文化中心前面的广场以及我们的基隆塔上面会有我们装置艺术，然后它的设计是团圆。其实周年纪它也是一个另类的一个团圆的象征，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寓意让大家可以感受不一样，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意识哦。那除了这个我们设计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也有更多很好玩的，等一下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是，那活动也真的很多，我们要请我们的蔡科，我们慧婷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今年周年祭真的很不一样，连送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意义非凡。我们今年的中元祭啊，除了传统的祭典科仪之外呢，我们也加码了许多的亮点哦。那希望透过新旧交融的一个创新的活动，还有装置艺术，邀请更多的外地人跟甚至国际旅人来深度体验我们中元祭的这个活动的意义跟内容哦。那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有办了一个鬼朋友渡中元的这个特展。那这个特展呢，我们是主打儿童版的这个中元祭展览哦，主要是把整个中元祭期间的一个祭典跟科仪呢，我们用比较浅显易懂的介绍，还有一些活泼的互动的装置哦，来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我们这个基隆中元祭。那这个展览的内容呢，包罗万象，那包含有读绘本、玩游戏，那好玩呢，以及斗阵渡中元哦，这个桌游的体验，那还有我们鬼朋友渡中元导览跟戏剧的活动，那以及魔法阿嬷的这个电影欣赏哦。那我们这个宣传呢，其实已经到日本，那现在已经有日本姐妹市的小朋友预约要来看我们这个展览了。太酷了。好，那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在市区哦，还有几个人潮比较多的一些场地，有一个龙来就平安的中元祭的主题快闪店哦。我们这个是以要传达平安的这个概念，那结合品牌的特色哦，有做出5个快闪店，那包含在龙来就平安，对，包含我们基隆市区哦，有霹雳平安，也就是霹雳布袋戏这边的快闪店，然后在微风东岸呢有好咖平安，那这个我们结合在地咖啡的品牌哦去做这个快闪店，然后再来是海洋广场，那我们也邀请到台虎精酿哦，帮我们做就最爱平安的这个主题，真会醉哦，最爱平安。那国门广场呢，就是龙来平安，那这个非常特别，我们邀请到韩国商会，哇，韩国都来布展，对，哇，对。然后最后一个是南站的广场哦，那这个是茶具平安，跟知名的那个茶饮店合作，那这个快闪店会在我们放水灯游行跟普渡这两天哦，在我们就是这些市区的这一些节点做快闪。是，哎，真的都是来平安，而且还是来自各国不同的，有台湾的，有霹雳布袋戏的，有韩国的，真的很特别，就欢迎大家一块来。然后最后还有就是我们在8月9号到8月18号，我们在文化中心广场前面会有一个平安选物所，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把我们基隆好物哦在这边做一个展示，那整个设计也是以我们这一次全新推出的这个主视觉来做设计。那最特别的是，我们还特别推出一个平安 Follow Me， 真的是 Follow Me，Follow Me， 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带着一份平安回去。那只要在活动期间到我们现场拍照打卡上传，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平安 Follow Me 这个文创商品。好酷哦，而且我知道很多其实单位都已经加入，比如说像是基隆怪奇团队，他们就是有完整策展神圣的科仪，就是刚才说的那一块，对不对？是，对，
就是鬼朋友渡中原的鬼朋友渡中原，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莫岛进行曲，我们是不是要请局长来跟我们提前公布一下这个很厉害哦？好，其实这一次我们也很高兴可以邀请那个我们的那个何小梅艺术家来帮我们基隆中原祭哦，这次的8月17号放学生可以做一个开场。那其实这一次他由我们何小梅总监，还有我们那个叶继章老师跟李俊那个老师一起联合打造不一样的中原祭。其实啊，何小梅老师非常有名，他也办了非常多的一个庙宇活动，那他很擅长把现在的舞蹈艺术跟历史传统文化去做整合。那这一次呢，也配合我们的北馆一起做整个联合，所以其实这次的中原祭可能会跟以往有一点点不同。我们希望给更多人看到，而且今年我们邀请很多姐妹市的一个好朋友，还有国外的一些朋友来到基隆，也有邀请一些就是国际的媒体，也希望透过他们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基隆。这也是在今年的一个170年，我们重新希望开始让大家可以感受中原祭是跟我们息息相关，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节气，是真的是最重要。你看我们的新单位接手之后，我们中原祭创新传统，让人非常的期待，也欢迎大家一块来参与。那这个礼拜天就是开开门，但是礼拜六的晚上12点，应该是礼拜天晚上12点，对，礼拜六跟礼拜天交接的那一个时刻就是我们的点灯，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朋友可以一起来看点灯保平安。那说到这个，我们的文官局除了这一项中原祭活动充满了创意，而且还保留传统的祭祀科仪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他们即将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侵法战争140周年。我们先来一块来看看我们侵法战争当时在沙湾这里所展现的历史痕迹。在台湾开发史中，基隆是台湾北端的出入门户，经历了西班牙、荷兰的争夺、侵法战争、移居的汉人为了讨生活的争斗、日治时期的西化发展，而沙湾的风华便随之潮起潮落，人来人往，人流人走，曾经是大航海时代的参与场域。在15、16世纪那时候，基隆是东亚贸易圈重要的贸易地点，中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通通都来到这里，是在西班牙统治的那个时候啊，成为东亚贸易重要的一个转运港。乌马他是率舰队在整个台湾的作战，他是指挥官。沙湾所见证累积下来的历史痕迹，那些是奠定这座城市的养分和基础，沙湾正是研究基隆的起点。这就是在沙湾，我们的清法联军法军那时候在我们的沙湾地区登陆，就是攻占基隆。但是这个时间离现在已经有140周年了，那我们很开心，就是文官局可以把这一段历史展现出来，让大家重新去回味思考。那我们要请教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策展概念跟意涵呢？其实回应那个侵法战争140周年了，主要我们很希望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想要展现的是另外一种核心精神，就是爱与和平。因为其实现在的人也好，世界上面的一些动荡也好，纷纷都是比较浮动也跟纷扰的。那其实战争是曾经我们的过往历史，但是其实现在跟未来才是我们想要掌握的。而我们希望透过一个爱跟和平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来能够让大家诉说也回应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所以在这次的一个策展当中，其实这次我很感谢可以邀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策展人王腾聪老师他帮我在这次的策展上用另外一种手法带入不同的一种历史的角度。那在这次我们除了我们会在8月3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幕式，那我们的场景会是在大沙湾的一个石围遗构那边，因为那边也是我们侵法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场域。那在那边我们那天晚上会有一个环境式的一个剧场。那除此之外，我们会透过与其同时，我们那天晚上也会点亮用装置艺术以及灯光艺术点亮我们的法国公墓。那同时呢，我们也有
星河防空洞去走进1884年那时候的声音，以及到我们美术馆二楼的 M 楼的一个140周年的一个策展历史，站在基隆的角度来看哦，所以其实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这次做的时候，其实透过非常多的一个老师们的沟通以及努力，所以可能接下来在8月3号，我们很希望可以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可以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青发140这样的一个爱跟和平。是，哎，这个活动真的很特别，因为总共有3个展场，而且展场的内容都非常的丰富，颠覆大家的想象。我们要赶快请教我们的策展人王老师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从球子山到四角亭，基隆是我们青发战争的主战场这一段历史故事。是，主持人，其实这次比较特别，就是这次我们在青发140在基隆的整体的策展。几乎说跟过去哦，其实我所设的展览形式不大一样，因为过去很多展览其实它固定在一个地方，但是很少说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展览去横跨在整个基隆城市的三大展区。那为什么会横跨在整个基隆港的不同的三大展区？其实我们也是在回应，就是在过去哦，在我手上其实这是一幅在1885年的1月10号在欧洲的世界画报里面他所刊登的，就是对于法军他远征到福尔摩沙的时候，他所绘制的基隆的整个山势跟港势图。那福尔摩沙的基隆，其实在那时候法军是他们第一次传递到欧洲的一个印象，他们记得那时候台湾是这么的美丽，既然他们的印象第一个印象看见的是基隆，所以我们希望在青发140，也就是青发战争的140周年的时候，能够把基隆在国际上第一次被看见的这个地位，以及被全世界知道这个时刻，能够来呼应跟做整理的一个宣扬，是我们最主要希望能够在青发140的一个精神。但更重要，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正在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且但是同时间的加沙走廊以及呢就是乌俄战争也正在发生，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呼应这个世界的主题，是我们希望能够在青发战争，我们并不是要宣扬一段战争的历史，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从保卫自己的家乡里面去找到基隆人自己内心当中能够去拥抱世界的爱与和平。对，哎，真的就是拥抱世界的爱与和平。那当然基隆人真的很顾家，我记得有一次去暖暖采访嘛，那就是暖暖的耆老就跟我分享一下，就是青发战争的时候暖暖人真的非常的爱家乡，然后有一个地主就拿出钱来跟大家说，哎，你们只要去摸一颗人头，法军人头回来，我就给你们一栋房子。是不是这一段也可以看到我们基隆青发战争的基隆战线从封锁突击到撤离的这一整个部分？其实青发140它很重要，为什么这次我们用三大展区哦，就是包含了从大沙湾的青发战争纪念园区，然后到基隆防空洞，以及到基隆美术馆的 MF 楼，就是基隆故事馆的位置来做整体的展区，其实都是呼应到1884年8月5号的时候，法军第一次攻打基隆的时候，基隆人表现出来的勇敢跟这个历史里面的一个记忆，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大场域跟历史场域的呼应来做整体的展览。那如同主持人刚刚所提的，其实在1885年的8月5号，其实法军他第一次攻打基隆的时候，是青发战争在台湾，也就是西番仔的第一个起始点。其实基隆人非常勇敢的打赢了法军。那在这个历程当中，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去宣扬战争，而更希望说，透过这个历史，能够让我们看见基隆。因为就是因为这次的战事啊，以及包含刚刚主任提到，就是说我们暖暖人对于还有在地人对自己家乡的团结，还有加上那时候许许多多非常饶有上战，比如像曹志忠啊，对啊，或者是林朝栋，这边都是从民间组织发展的一些军队，他们能够去抵御外敌，而在青发战争的基隆港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大历史能够跟文化观光还有文化艺术的议题能够结合，所以我们就用3个大印象来去横跨这个历史，来见证这段历史，那并且把它横跨到变成了就是3个展区跟12个艺术作品，透过一个文化艺术的策展来呼应历史，然后能够找到爱跟和平。是，而且这一次的主视觉设计真的也很漂亮，也是我们基隆人设计的，对不对？没错。而且最酷的是它有三大展区，三大意象，三大展区就是以艺术来诠释青发战争的历史。要请我们的王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三大意象还有三大展区，他们里面的详细内容的亮点有哪些？OK，
其实从基隆，大家从山跟海哦这种共构的城市，你就可以理解到基隆是一个非常的多元，而且地貌非常丰富。因为我还记得在整个策展历程当中，我阅读了非常庞大的史料。那其中在过去法军他们写回家的信件，就形容基隆是一个非常让他们觉得非常阴郁的一个城市，而且在这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多神奇的事情。那我想当然应该就是来自于说我们有很特殊，比如像中原的信仰啦，还有很特别的食物啦，还有更有我们很丰沛跟热情的人民。那在这个历程当中，其实为什么我们用三大印象来做？其实我们知道在文化艺术的呈现跟过去文化资产的共构的历程当中，它其实不只有我们所看见跟听见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更多元的一个面向，在这个印象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声音的印象，还有对光影的印象，以及在文献阅读的印象，来去呢重新解构跟重新去理解侵法战争在基隆140周年的内容。那第一个声音的部分，我们比较特别，就选的第一个是在新儿防空洞。那新儿防空洞比较特别的点，对，回声。那其实基隆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录，因为它在国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所以它有600多个防空洞。所以在这个防空洞的纪念里面，为了能够让这个战争遗址被呈现，所以我们呢就是借由侵法140的这个 moment 跟这个时刻，我们去把1884那时候的声响连接到当代哦。我们用一个声响的艺术展，在里面做了4个声响的作品，所以从里面呢，可以从一个古老，当然我们没听到过去战争的声音，但是也会听到在过去横跨到日据时代到现在到当代所有的故事发生跟战争有关的一些故事跟声响，还有包含的视觉也都会在里头呈现。对，好，哇，这真的很特别，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新儿防空洞听听看到底什么是历史的声音啊。是，那我们要请局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侵法140面对的一些系列活动。其实我们除了现在刚刚说的一个三大展区跟三大印象之外，那9月份其实我们还有另外3场的系列活动哦。一个就是我们跟我们台法的一个饮食文化交流，我们想要表现就是法国的左岸跟基隆的西岸的概念来去做一样这样的一个活动，在我们的国门广场。那除此之外，国际艺术家齐聚基隆的概念。对对对。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在白米翁炮台那边，我们会有一个3D音乐会，因为其实在侵法战线上面其实有达到我们白米翁。那其实白米翁一直是我们很主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景点哦，那边有我们的炮台，还有我们的基隆双塔。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音乐会，3D音乐会，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美的白米翁跟基隆双塔。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是我们这次也在因为回应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有邀请有策一个展示，从庞密度邀起来的一个艺术家哦，是第25小时来去策，就是说第25小时在基隆。然后这次的策展是邀请一个庞密度的一个法国艺术家以及各国的艺术家来到基隆，希望透过这个策展能够让大家看到基隆，同时也像刚刚我们策展人说的，在1885年我们上了我们的一个8月5号上了一个世界的一个版面，也希望今年我们在这个170年的甲辰年，我们也能透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大家看到基隆。是，真的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基隆，因为这真的是很特别。那光是在其中还有一个展区，除了新儿防空洞之外，有一个展区是在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要请王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哎，这也很漂亮。其实在基隆有一个全台湾，如果是文史迷或古迹迷，那大家都会知道，就是其实在基隆有一个在全台独一无二的，我们就是有一个法国的公墓。那法国公墓其实现在已经正式为了褪去它过去公墓的形式，重新整理变成侵法战争纪念园区。那侵法战争纪念园区其实这个地点比较特别，它是第一线能够去反映侵法战争历史的地方，所以这次我们特别选择在法国公墓的部分跟法国艺术家的 Phil Patterson， 然后跟就是墨西哥的艺术家 Lua， 我们一起做了一次在地的一个调查跟重新对碑文的一些回馈。我们用过去呢很
艺术装置跟光影的方法来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点亮的工作，那并且也跟基隆在地的设计师王祥豪，我们用透过在地的灯光观察，因为设计师王祥豪刚刚 住在青发的纪念园区旁边，就要透过他每一天的日常以及对于光的一个观察，所以重新让我们一起携手打造了一个那时候在纪念过去140年前基隆的一个亚热带雨林的一个场景，来点亮青发公墓。所以在八月三号的时候非常欢迎哦，就是各位观众可以到这一次我们的青发纪念园区一起来参加，我们能够给全市民一起来盛香参与的一个开幕式的一个环境剧场。所以在里面你就会重游过去我们对于如何台湾人去奋勇对抗外敌，还有包含法国人带来的哪一些浪漫，其实都可以在一个公墓的夜晚就是蒙阿波马达奇哦，就是这个晚上的时候，其实我想就是多酷啊！对啊，其实我旁边非常多年轻人，他们是很期待的，是真的。然后其实蒙阿波不是一个老跟死的地方哦，因为它反而其实在不管在过去欧洲，我还记得我在巴黎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很多很有名的名人墓旁边做野餐的，那所以我想就是会打破过去的这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界限，来到一个更公园式的，而且拥抱爱与和平的一个活动。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会欢迎大家也可以到基隆的美术馆，也就是在 MF 楼，我们有非常清楚的第一次第一线把透过艺术装置的方法，让大家能够明白过去基隆人以及在基隆这个地方的青发战争，我们是如何的去把我们家园之外的一个很重要从来没有曝光的一段历史，那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把那时候世界看见的基隆把它完整的呈现在艺术装置上，让大家可以透过多元式的参与哦，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到基隆美术馆来写一封你未来给自己的一封信，那它会飘到我们在虚拟一个 AR 的美术馆的海洋世界，然后你会看到波光虚拟里面把它传送到1884年140年前的时空，然后跟自己的爱与和平如何形成连接。是哎，这我一定要去参加一下，好奇特，我没有很想去。透过 AR 写一封信传到1884年1885年8月5号战争的那一天，但是展现出来是和平跟爱的这一个精神，所以这一次140我们青发战争周年展呢，第一个展区是在我们的防空洞，新二防空洞，大家记得要去哦，去听听看一下战争的声音，让自己的耳跟心打开看看我们的历史。那第二个展区就是我们的青发战争的纪念园区，就是有青发公墓，哎，这真的很突破，因为大家都很期待，哎，到底是什么？但一点都不可怕，因为它有灯光，然后它有很棒的一些装置艺术，会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那第三个展区就是我们的基隆故事馆，也就是我们以前的文化中心，现在的基隆美术馆，大家一定要去看看，写一封信，看看可不可以用 AR 传到1885年那一个时代去，一块来感受我们的爱与和平，那就是欢迎大家一块来参加。那当然刚刚局长也有特别说到九月之后还有很多大型的活动，也都是紧扣这一个连结，就是要让世界看到基隆，是让世界感受到基隆的爱跟和平。那说到这个结束之后，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其实文管局的第三个大活动就是我们的海洋老鹰嘉年华，真的是盛况空前，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去年的盛况。首先呢，我又感觉，整个真的是有那个南洋风，就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就是觉得整个很兴奋。我们今天哈坐的车子就是海豚车，就是我们的海豚是一个有怀孕的海豚，我们坐在那个怀孕的海豚里面，然后它的嘴巴里面还有一个小海豚，然后这次的就是象征我们的那个培育啊跟生长这样子，就觉得非常有意义这样。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大游行从国门广场正式出发，今年特别邀请许多弱势与身障的团体一起走出来，感受基隆这座海洋城市的热情与活力。
还有来自学校、各社区的团体以及新住民朋友都共同来参加。沿途观赏的民众排成长长的人龙，看不到尽头。就是今天天气很好，然后就蛮开心可以来游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所以我觉得有点兴奋，然后觉得很新奇、很新鲜。然后你们听说边走边跳舞，对，可能会有点热，但是我会尽力。有智慧，志成、易信、易明，还有李东，还有那个孝贤，我们六大社区一起来完成这样子。那我们希望，我们也有那个旌旗舞，我们在前面就是要让全基隆市然后变成有爱的城市，然后大家都永远的健康快乐。嘉年华会是继基隆中原祭以后基隆再办一个盛会，很感激在理事长的帮忙之下，今年有56个团队、25个摊位，最好最好的活动请大家来基隆。我想今年这个老鹰嘉年华迈入基隆第13个年头，那我们非常感谢蔡秋林理事长等等相关的团体，今年有56个团体共同来表演，仿佛我们基隆的街头就是一个嘉年华的现场观光的圣地。那我想我们海洋就是基隆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我们未来希望，我们的理想是希望我们未来基隆可以开发海洋蓝色公路、蓝色经济。由大壮观愿景发展协会所发起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已经迈入第13年，除了展现出基隆的海洋特色与活力热情之外，今年携手各公益与弱势单位一起来加入，来传递基隆是个温暖有爱的城市。就是温暖有爱的城市，而且我们这个海洋老鹰嘉年华获得交通部观光署成立了这个双年历国家级的活动，真的是很厉害哦！就是国家直接进来，来把这一个活动列为国家级的。我们要请教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今年又再度在9月21号要走上街头，有没有什么赋予它的新的一些意涵跟想法？哦，有，今年其实我们在今年老鹰海洋老鹰嘉年华呢，我特别跟理事长在聊，就今年有没有什么样我们可以更加不一样。那其实去年我参加的时候，其实老讲很感动，我一直能讲说我真的现场非常非常感动。那我一直跟我自己讲说，如果明年我们要做，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不同的？那今年我们其实有多增加2.5个小时的表演啊，我们就是5点呢，就是游行结束之后，那大家还是可以留在现场，是可以看表演。然后7点半我们会释放烟火，因为我们觉得嘉年华还是希望是可以有烟火的，所以今年我们会释放烟火。除此之外呢，今年刚好是我们的设施百年，那我有跟理事长讨论，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100的这个概念来去做一些连结哦。像其实在百年前的基隆，我们是非常摩登，那摩登其实就是新旧的一个冲撞跟融合，那其实也非常很适合我们的海洋老鹰嘉年华。所以今年我们就用这几个一个主题跟一个样貌来去整个让我们的海洋老鹰嘉年华变得更加不一样。是真的很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这是很难想象，这是社区营造，就是由社区发起的一个活动，然后这样一办就办到了第44年。我们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灵魂人物，我们的蔡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路上的过程。谢谢。那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我没想到说已经迈入第14年了。那这14年下来，很多的观众都一直给我们鼓励。那像今年我们的这个活动还没有开始，接到很多的电话说我们今年海洋老鹰嘉年华的日期是什么时候。那今年海洋老鹰嘉年华日期在这边9月21号下午的3点从国门广场出发，那我们会跟去年的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那是从我们的这个国门广场到港西街回转以后，从中一路、仁二路、爱二路、仁三路、爱三路，再回到仁二路、中一路，再回到国门广场。那今年我们刚刚局长有特别提过，今年跟往年会不大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今年在结束以后，以前都是结束以后大家就马上回各自回去了哈，那今年我们会在国门广场那边架设舞台，有舞台的精彩表演。
然后舞台精彩表演以后，七点半我们会有烟火的释放。那也就是说，我们局长刚刚有提到啊，就是说他看了去年的这个嘉年华游行以后，他希望说我们的嘉年华游行是有一些变化的哈。那跟我的想象是完全符合。我们是希望说每一年在嘉年华游行都有一些变化，让我们的这些观众每一年都有一些惊奇。那今年呢，我们局长还特别争取了，我们会制作这个气球啊，气球的道具，也就是老鹰跟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羽人哈，那这个羽人家族是，那这个这两个到时候会成为我们新的一个焦点啊。那也希望说我们各位能够在那一天啊，大家同样的来到我们国门广场，一起出发来度过这个一个欢乐的下午。是，真的就是邀请大家9月21号一块走上街头，坐在旁边看也很棒哦。那最好的是就是一样跟大家穿着小小的一起走上街头，一起摇滚，一起感受基隆这一座城市的热情哦。那我知道之前其实都要做很多大型的道具嘛，那今年一样嘛，也是邀请很多社区一起来投入，而且邀请外国艺术家，对吗？有，每一年我们都会制作一些大型的道具。那这些大型的道具当然说它制作的时间包括我们的器材材料都会花费蛮多的，尤其是制作的期间是蛮长，所以它制作好一个道具以后，我们不是说每年都会做全部的更换，而是如果有一些比较旧了或者年度比较多了，我们就会做一些更换。那每一年都会有用一个主题来呈现，几个社区来呈现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的呈现，我今天跟局长我们有一个讨论会。那局长的建议，我们就是说今年有算是基隆社市百年啊，也就是基隆社百年的这个节庆，我们希望说到时候我们会跟艺术家来讨论。设计有百年的意涵，也有基隆爱的城市的这种意涵的这种呈现。那在这个之前，我们都会跟艺术家一起跟社区去做一些这个服装道具的制作。那这些服装道具目前都服装的部分各个社区都已经在我们做社区营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个社区现在都如火如荼的积极的在创作这些这些服装。那期望说在这个今年会有更多的亮点。那很难得的是我们这个活动不只有这个社区哈，我们还有这社团、学校，还有外县市的团体。外县团体远从台东、屏东上来，他们都每一年会有乡亲，然后今年甚至于还有我们的国际团体是日本的琉球跟京都的这些鼓队，哇，他们都愿意来到基隆来跟我们做表演，跟我们做互动。其实每一年包括海洋大学有很多的这些国际学生，对，国际学生，对，还有我们的新住民团体都有加入。另外呢，我们呢也邀请了像财团法人盲人福利协会他们的这些伙伴勇敢的走出来。那去年他们走过一次以后觉得很好玩，今年就特别提早还跟我讲说他们还要出来表演。而且他们今年要表演的不只是在打鼓而已，他们今年是要在路上跳森巴。哇，这是大挑战呢。对对对对，是是，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盲人在路上跳舞。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基隆市脊髓损伤者协会，去年你看他们刚刚图片上有看到
他们就很辛苦的这样踩着他们的那个车子，对不对？手摇车。那今年他们还是要继续的来参加，哇！所以我们很鼓励，就是这个活动不只是一个光鲜亮丽，而且我们希望有传递爱的性质，是。就是传递爱的性质，而且发挥了社区营造的精神，这真的是很重要。那刚才局长有特别分享一下，其实是不是去年也有参加过，感觉怎么样？好感动，大家一定要来参加。我真的很开心，因为这是一个社造精神，也代表我们基隆人的精神哦。其实基隆人就是勇敢，那也是非常的有拼搏跟共创的精神，这是我觉得是在去年我参加的时候感受到一个非常感动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受，所以也很希望让大家都能来。是，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走上街头，一起来看一下精彩的表演，还有各式各样很特别的服装、艺术、走秀，都欢迎大家一块走上街头，看看基隆这个丰沛的魅力。那说到这个，其实就吸引了很多民众来嘛，因为基隆就是办大型活动，像中原祭啊，像青发战争140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海洋老鹰嘉年华，最主要就是吸引各地来的游客。那最主要就是要推广我们基隆这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们一块来看看哦，漫游在基隆。这就是要感受我们基隆的魅力。来基隆玩真的是可以从24小时玩到隔天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要请教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文化观光的发展未来的愿景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期待跟亮点？好，其实今年是文化观光整合的元年哦。那其实今年刚刚前面有说，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好玩的大型活动来去做推动。那其实基隆呢是全台湾唯一是港合一的一个城市，我们很希望透过五行文化资产，比如说我们的中原祭，以及我们的海上王爷游江，还有我们的海洋老鹰嘉年华等等的一些活动，能够带动基隆不同城市的一个观光跟经济价值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很希望告诉大家，基隆是一个有海的城市。其实很想跟那个大台北地区跟那个北部的好朋友们说，其实你只要开车来40分钟或50分钟，你就可以感受一个漂亮的海。我们这边有帆船赛，也有基钓等等都有。所以基隆是一个富有历史文化以及海洋特色，甚至海鲜小吃都是最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基隆。是，就是要结合这个完美的传统跟现代，然后最重要是我们的文观局破茧而出，要打造全新的文化蓝图，这也是带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魅力哦。所以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活化旧公车处变成我们的展演空间。可以让民众可以很贴近的舞台，他们可以站上去体验一下，是艺人有一个歌手梦，我们可以在这边来实现。然后我们在上面呢，都有配备我们在舞台上大家看不到的一些小道具。基隆市政府文化观光局跟展演专业的必应创造携手合作，将旧公车处打造成全新的文创展演空间。
打头阵的这档开幕特展真实呈现演唱会的幕前与幕后，让前来开箱的文官局长江庭梅跟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和社会处长杨玉兴大开眼界。对，他就让我在上面体验了一下当这个 superstar 的感觉，前面还有这个麦克风，然后一站上舞台的时候，那个光啊打在身上，哇，真的开始有那种要当这个艺人歌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我觉得这个场域现在是非常具有寓教于乐的一个环境，那同时你们也可以看看，其实一个演唱会的成功不是明星而已，它其实需要非常多后台的制作人员以及灯光师以及配音师等等，大家大力的一起合作。而这个地方希望，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未来创造让更多的年轻人或者喜欢音乐的人可以来了解以及可以租任场地。所以音乐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灵疗愈的途径，所以我们现在在超高龄社会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在努力的思考如何透过更多的艺术文化，尤其是音乐，来帮助更多长者能够陶冶性情，而且调节生活的情绪。市议员张之豪也前来参与开幕记者会，除了特展内容丰富，相关的展演空间也将提供年轻朋友和学校社团成果发表租借场地，打造成基隆的音乐基地，也扩大表演艺术的交流。这个场域呢，我们提供给学生的社团们都可以来这边租借，那当然了，也有回馈我们这些学生的一些机制，那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创造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场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接下来我们会透过跟碧音创造的一个合作，然后去对接到北流，也希望未来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表演艺术者，尤其是音乐家或者是艺术家，可以到北流这边去做一个表演。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可以让北流的一些表演团体以及他们的一个他们的 IP 也可以到达我们基隆，然后在这个场域让大家看到基隆。今天进驻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希望把我们所有多元文化跟我们所有展演的内容可以带入到基隆，同时也可以把基隆的展演文化传播出去，这个是我们希望最终的宗旨。文化观光局表示，串联旧公车处与基隆要塞司令官邸和校官眷舍，将透过专业团队逐步引进艺文展演、文创展览和音乐表演，期盼培育更多的音乐产业人才，也让基隆展现更多元面貌的文化娱乐艺术体验。真的就是要让大家有不同对基隆的体验，让大家看到基隆的亮点。我们要请教局长，你推出的每一个活动都是好评好评好评。谢谢其实我们现在在其实现在这样一个活动在我们的那个大沙湾历史园区的旧公车处，这是我们那个委办的 OT 厂就是 OT 厂商必应他们在这边做一个必应 Live House 这样子。那其实他从一楼到楼上都有不同的策展，来告诉我们的音乐人他们有不一样的一个场景跟用法。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新的方式用现在的一些渠道跟现在的一些音乐的东西来去活化我们大沙湾历史。那除此之外，在整个东岸廊带其实我们那个要塞司令部现在目前呢也是非常好玩，它有新的策展从我们开始请厂商在操作，说其实它的下午茶以及它的那个港式养茶都非常的棒。大院子对不对？大院子，对对对。然后广告一下，帮他广告一下。除此之外呢，往前走到我们征兵的那个色彩屋前面，我们之前有个征兵派出所，对。那现在呢，我们也在委办活动，那现在也是我们邀请的一个就是国际的一个IP， 就是国内的到国内的一个 IP， 然后它结合我们在地青年做的一个活动。那其实每周都有办一些免费的咖啡体验课程，还有就是它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也希望打个广告，让更多的好朋友去色彩屋的时候可以走到那边看一下我们跟在上面喝咖啡，对对对，不用钱啊，免费体验是没有办法免费，但是可以免费看到 IP 是有个不错的一个我们台湾国际的台湾的一个 IP， 然后到国际去算蛮享有知名度。那为什么这个在地青年会跟他合作，也是因为这个 IP 它其实是以一个下雨的一个城市来去做一个游戏的设计，那其实就觉得跟我们基隆很相像，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特别。那基隆呢，其实在整个东岸廊带上面，我们很致力去打造一个新的整个的游程，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那当然我要在
让就是再推广一下我们的基隆塔。其实我们基隆塔现在楼上的空书屋，还有我们的那个远见人文空间都非常的棒哦，也希望大家有空都可以带着好朋友来基隆走一走，那也可以去看看我们不一样的一些漫步基隆的一个不同的场景，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那未来其实除了东岸的整个布局之外，未来其实在文化观光局的西岸这一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个大的方向正在去跟再去做推动，所以其实这本周就有一个 Cosmo 的一个大五轮那个沙滩派对哦，是非常热闹。对，那其实西岸呢，我们现在也有一系列的规划，那产发跟我们都一起努力，在希望把基隆在东西两岸在未来都可以做一个整合，让大家看到基隆慢慢慢慢不同，然后慢慢慢慢走向大家的眼睛，也让慢慢慢慢让大家可以不同时间都可以来到基隆感受基隆，就像我们很想打造0到99岁全龄共感的城市哦。那这个感是可以赶来看基隆的演唱会，也可以赶来看基隆的一个感动哦，也可以来赶来看基隆的海，甚至能够跟我们一起感受这个城市，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对，真的真的大家可以感受到，因为我最近周边的朋友都会跟我分享说，哎，不管几岁哦，就是看到最近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是音乐会，让他们都会很有感动的地方，他就说哇，基隆真的不一样，就是引进了一些时尚进来，然后有一些亮点出现，那也就是看到我们市府很用心在这一块上为市民来谋福。那最后剩5分钟，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下这三大节目即将要进场的，首先就是我们的基隆中原记，我们要请局长先。是，中原记其实今年8月3号就会开始了。那中原记我们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次带着不同的心情来到基隆，除了看我们的鬼朋友的特展之外，我也希望可以了解我们的一些祭祀文化，什么叫做引斗灯，什么叫做放水灯，甚至我们的游行，还有我们的一个很多系列品牌的一个占卜哦，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今年的中原祭带给大家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样貌。是，真的哎，就是今年的中原祭真的很不一样，而且还有这一个 Follow Me， Follow Me， 一定要来拿，大家要记得来拿。那说到这个活动，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蔡科来再跟大家推广一下啦。好。这个就是在我们平安选务所，我们文化中心前广场的平安选务所。那在8月9号到8月18号这段期间，只要到我们的平安选务所打卡、上传、按赞，那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平安 Follow Me 这个文创商品。对，然后还有基隆，还有鬼朋友的这个系列活动，也欢迎大家来玩，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策展的主题都很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王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青发140。OK， 青发140其实接下来就准备现在在基隆城市展开，而我们时间非常长哦，我们一路从8月3号到10月27号，你可以到新二防空洞、到法国公墓，也就是青发战争纪念园区，还有到美术馆来去揭开这140年属于基隆站在世界很美丽的一段历史。那同时也可以参加我们一系列跟整个French Weekend 还有25小时的一些艺术展，那能够一系列的140年，我们会一路2个多月陪伴你。哇，真的很酷哎！2个多月，大家一定要来到我们的三大展区，一块来感受我们的青发140这个爱与和平的特展。那最后，我们要请我们的蔡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由社区发起的，我们迎到全国瞩目的海洋老鹰嘉年华。谢谢。那个我们主办单位给我准备了这一张，我没有刚刚都一直不敢拿出来，穿的很长哎，好，现在我越穿越短了，真的。所以各位，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们的嘉年华活动，我们的日期就是9月21号，我们的路线就在这里。那希望说那一天要参加工作坊的也可以，对不对？对。那这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像今年的未婚联谊，有一些青年男女，他们会到我们的工作坊来参与我们的这个道具工作坊跟这个舞蹈工作坊。那到时候他们也会参加我们的这个游行活动。我们希望说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未婚男女也可以多多来参与。对，包括基隆地检署给我们协助，他们劳动人来给我们。对，每年我要特别感谢基隆地检署，他每一年
都会派他们的这个劳动人来支援我们这个工作坊的活动。那今年的工作坊会在我们的城市转运站前面那块空地，哎，对，就是会改变在那个地方。那各位市民，如果你认为想参加我们这个工作坊，或者想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你没有服装，我们也可以借你，啊，就是你只要来现场，来说你要参加我们的嘉年华活动，我们都希望说多多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像希望这个活动呢，我们以后是更国际化，然后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的市民多多来参与，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民众都期望说这一天的来到是一个很快乐的一天。是，真的是很快乐的一天。那很多民众他其实很喜欢的就是 DIY， 就是自己做道具，或者是自己加入这个制作大型游戏的这个部分。那是不是有什么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是要去哪里报名就可以来参加？ Okay. 我们的这个工作坊会从8月27号开始，一直到我们的9月20号，那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想去就去吗？想去就去。哇，好酷哦！想去就去，因为我们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那当然吃饭时间会休息。还有每个星期一，我们会让艺术家休息一下，所以我们是休星期一，因为我们的社区的伙伴去做制作道具的时候，大部分都是6日比较有时间，所以我们艺术家就是建议休星期一，那会有四周的时间会在我们的城际转运站的门口那边，欢迎各位随时来这边。你说你要参加，我们的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或者跟艺术家讲一下就 OK 了。是，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记得到城际转运站哦，就可以来加入我们的海洋老鹰嘉年华的工作坊，你就可以自己 DIY。那今天非常谢谢四位来宾哦，带大家深入了解基隆即将举办的3个大型活动，也欢迎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上网查询。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来参加我们基隆的活动，让大家感受到基隆这一座充满爱与活力的城市。谢谢四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